今天特别到我们成大医院，等一下会到新楼医院探望伤者啊。那这件事情起因是在于说这个水量控制器的故障啊，所以引发大量的这个铝壁外泄啊，然后这个泄漏到这个蓄水池啊，会造成爆炸啊，总共有2位欧卡啊，6位恶性肿胀啊，那其中6位伤者的其中1位现在在成大接受治疗啊，那也在进行的这个手术啊，我要特别感谢这个成大医院啊，那给予我们伤者最好的一个照顾啊，那我们的劳工局民政局社会局也都会来全力的协助这个亡者的家属啊，跟这个伤者啊，也希望说他们能够迅速恢复啊。那这件事情也涉及这个违反的这个职业安全相关的这些法规啊，我们后续也会来厘清相关的一个责任啊。那也希望这个我们的伤者能够迅速的复原。那我们市政府也会给你全力的协助。